大家好，我是玉松盆景园艺，今天来到市场给大家分享一批杂木盆景。眼前这些哈、全部都是原生无尾红梅花，现在哈、正处于盛花期，看一下哈、都已经完全的盛开了，花色也是非常的艳丽，都是多层的哈、看一下花瓣都是一层一层的啊，这些哈、全部都是老庄无尾红原生梅花。啊，颗颗老味十足哈、咱看一下，这颗是一颗山里红，啊，这几颗都是山里红老庄，看一下造型非常的优美独特。这边也是无尾红梅花哈、是特别多，咱看一下里面这些哈、这颗黄杨还是非常不错，粗度在10多公分哈。和老庄，黄杨，这边呢是黄金桂花，看一下也是非常的老味十足，全部都已经碳化镂空，洗了面啊，非常漂亮，特别的老味十足。这边也是黄金，看一下这个黄金，是一颗提根的啊，非常漂亮，罗汉松。各种各样的杂木，这个是一颗棠梨榆树盆景啊，这边也是黄金，非常漂亮，全部都已经碳化了。这颗是也是一颗棠梨桩哈、一颗提根的，看一下，这边呢是几颗，这个是。砧板哈、童子功造型的冀州砧板，看一下后面这些哈、再看一下这边啊、也是各种各样的杂木哈、这个也是黄金，这个是一颗金雀老庄啊，这颗是一颗榆树，这颗是一颗葡萄哈、山葡萄，这边呢全部都是以砧板为主啊，全部都是老庄的冀州砧板，板类盆景堪称盆景之王，它四季常青，非常的好养易活，平均粗度都在15-16公分左右，高度的话都是在7-8、8-9、10公分啊，树形也是非常漂亮，看一下这一颗是一颗悬崖造型的黑松盆景，看一下黑松哈、也是非常的好养一活哈、它都是四季常青的，非常的耐旱的。这边呢是一颗冀州砧板，很是不错啊，全部以松柏为主，看一下这是一颗花柏哈、看一下这个品种也是非常的独特，叶片哈、呈黄色，看一下，很是漂亮哈、这是一颗花柏哈、里面这些哈、也是都是全部以松柏为主哈、全部都是冀州砧板、还有黄金坨坨，非常漂亮哈、这是一颗黑松哈、这也是一颗新西兰珍珠板，看一下叶片也是非常的翠绿，这颗是一颗流苏哈、可以嫁接桂花用的啊，一颗碳化桩，非常漂亮，很是不错啊。这边是一颗侧板，原生侧板老庄哈、非常漂亮，颗颗造型优美，这是一颗护山鸡啊，茶花，还有这种，这两颗是悬崖造型的黄金盆景，这两颗黄金也是非常好看，老味十足。这边呢全部都是罗汉松，这种是拟叶罗汉松，这种是雀石罗汉松啊，全部都是罗汉松哈，造型也是非常优美，
罗汉松也是四季常青，非常耐严寒的植物。有喜欢这批杂木老桩的朋友可以下方评论区留言啊。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